4号家庭。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很好看的，挺好看的，就很欧美风的感觉，就是欧美风，对。大家好，我叫曾玉，今年25岁，来自成都。然后我是一个性格非常简单直接的人，受够了职场内卷，就直接选择辞职创业，开了一家小小的教育机构。教育机构的，所以我希望对方是和我一样比较务实，然后不矫情的人。如果今天能够在这里遇到合拍的人，我希望他能够及时接受到我的信号，谢谢。这个好像各方面都不错。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。对，女生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曾玉的妈妈。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，然后根据我这么多年看小说的经验，我觉得梁一浩的性格一般都比较霸道和高冷。谁霸道高冷来着？男一号。男一号。然后男二号呢，都比较温暖稳重，然后性格也比较包容，所以我期待我今天在这里，我终于能遇到一个男二号，谢谢。他不要男一号，他要男二号。男二号。他们家的特点是三个人往那儿一站，没有一个人往我这边看一眼。我就是个电线杆，他们还得扫一下，没有看看。因为我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来来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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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忘了。欢迎。